等了有点久，所以我本来准备了快五题要访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可以吗？可以。都可以访是不是？好，首先第一个，因为在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誓师大会，我有问过你说，在今年你打算拿下几座 MVP？ 那时候你说你要把这个队友让，把这个机会让给你的队友，但是今天你不让了，自己拿下这个 MVP， 可以跟现场的所有十号队友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吗？其实没有很特别啊，因为我运气比较好，运气比较好，运气比较棒。今天老天爷是站在你这里的，对。帮助你，让你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很稳定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掌声鼓励，谢谢老天爷。当然也是谢谢了，鸿运能够把握住老天爷给你的机会。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呢，在今年呢，你的打击状况因为长打的这个次数是比较少的，甚至是我们大家其实很期待的全垒打是还没有出炉的。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自己的打击状况或者你的身体状况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？或者是你有没有在想说要怎样的调整自己呢？其实不会，有没有全垒打没有重要，重要是要赢球。最重要的是要赢球，但是我们还是很想看小胖全垒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大家再继续等吧。再继续进场为你加油，好不好？继续等吧。继续等。我本来想说，因为我去查你的资料，你生涯的全垒打次数是196轰，对，距离你的下一个里程碑是200轰。你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，放心里的目标，说在什么时候，今年上半个球季可以拿到？不会。为什么？重点还是要赢球。